是凡的火鸡面给咱发的是5包，这个火鸡面的话辣度没有那么高，然后克数的话100零几克要少一点。听煮的这样黏黏糊糊的真的很好吃啊。虽然克数少一点，但是性价比还可以，面也挺好吃的。这是韩式萝卜。红烧罗非鱼，这才是真正的罗非鱼啊。用咱们家这一款炖鱼酱料炖的啊，罗非鱼它这个背上这个刺是很粗的啊，跟鲫鱼啊还有那个鲤鱼它是不一样的啊。
德基。来了，姐妹们，今天是羊棒骨、羊拐筋儿，开喽！啊，还是酱香味的啊。
来个大个的羊拐筋儿。我去，姐妹们，这个是那个乌头萝卜干新出的风干萝卜干，很好吃。这个跟之前那个完全是两种口感。纸皮烧麦，这个的话就没有之前那个萝卜干那么油。皮蛋瘦肉，很干爽。小笼包，还是有麻辣味和香辣味，推荐大家麻辣味，它会带一点麻，口感就更丰富一点。这个有点冷了，皮都变得有点硬硬的了。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是很干爽的那种。这就是一罐的量，还是这样的包装，200克。
什么不可拍餐。肥牛烫饭，姐妹们，剁椒鱼头来了啊！好久没吃这道菜了，来点米饭，先来个鱼头吧。吃不了这么辣的，可以少放一点这个剁椒啊，这个剁椒真的是有点辣。